当前，绿色矿山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建设绿色矿山，加速传统矿业绿色化、智慧化转型，已成为我国实现由矿业大国向矿业强国转变的必由之路。传统矿业巨头四川金鼎与三一新能源自写车的强强联手，便是传统矿业转型的经典范本。2022年呢，四川金鼎以科技赋能为引擎，践行电氢战略，陆续引入了纯电矿卡、换电自卸车等，实现了矿山场景的新能源装备替换。三一呢，作为全球领先的装备制造企业，旗下的重卡产品也是经历过市场的充分验证。在新能源工程车领域，我们认为三一具备一流的产品和一流的服务，并且配套了完善的换电站的保障措施。我们此次采购的这批换电自卸车，也是三一根据我们的需求为我们量身定制的轻量化产品。矿拉拉平台作为整个矿山大宗贸易的入口，我们提供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为矿山的本体作为支持，这个支持呢是为矿山建立绿色无人高效矿山；第二个支持是为矿山这个物流密集型的企业提供一个综合泛用的运力平台和绿色高效的运力支持。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三一换电自卸车以更加经济、更加高效、更加环保的优势，为矿业低碳绿色化发展提速，也为金鼎峨眉山矿区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们公司目前啊，一共购置了25台三一换电自卸车，整个运输场景呢是在80公里以内，每台车每天大概能跑的300公里，一块电池是282度电，在我们运输场景内，我们每天大概只需要换1到2次电就好了。那每年一台车节约的成本呢，大概是在包含的能耗费用节约和一个维修成本节约大概在16万，25台车我们大概全年节约费用大概在400万左右。我们车队的司机都是有十几年的驾驶经验的老司机了，起初大家都觉得换电自卸车很新鲜，但也怕车辆在路上经常性出现故障，续航里程不够，耽误运输。可实际开下来，我们觉得三一车型质量很好，在新能源同等车型里面对比下来以后，它自身重量同等轻了3吨左右，然后在我们拉货的时候就增加了3吨的重量，这3吨就给我们公司提高了经济效益，也给驾驶员提高了经济收入。定制版三一换电自卸车是金鼎集团走向智慧矿山、绿色矿山的关键一步。我们有信心通过与三一的联手，成功打造传统矿山企业转型新标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三一新能源自卸车助力四川金鼎、四川开悟创建绿色矿山、智慧矿山，为实现绿色、高效、智能化矿山管理共同奋进。